過佢做總統，全部都是有可能的。咁呢個就是民主政治，即係特別的地方咯，係嘛？即係民主政治未必是解決政治問題最好的一種方式，但是起碼到今日為止，係嘛？即係唯一即係可行的一種政治制度。但我哋香港咧就喺度夢寐以求，哇！仲有啲爭取民主的人好喜意功能組別，咁你咪真係唔好笑啦！香港是充滿諷刺的社會嚟㗎。你呢頭嗌民主，嗰頭就係參加功能組別，跟住仲我哋仲荒謬到我哋呢啲人俾人鬧咩？你最近啲咩？佢話咁立法會都有小圈子選舉，咁即係成個立法會都不義咯，等於咁你哋咪應該唔好選，即係我哋唔好選，因為呢個係一個不義嘅組織。咁啲空氣即係有咁多嘅污染物，咁我哋唔好吸啲空氣啦。哇！冇做人，哇！咁 Q 多壞人，我哋唔好做人啦，全部真係自殺啦，啱唔啱啊？喂，嗰啲人係咪即係個腦袋有啲咩問題咧？我而家諗啊，係咪？哇！咁樣講嘢都得嘅？哎呀，你哋咩佔領道德高地？我有咩道德高地啊，大佬？呢啲講咗廿年啦，香港已經。是吗？不是，这个跟那个的政治的。不是今天讲的了，已经是不是？很有趣，我最近看回很多的，就算民主派那些候选人，喂，真正有政治理论思维的呢，可能是我和你和长毛三个的。哇，这么巴闭。你看回，长毛自学啦，读自古华啦，读这个的政治理论。马克思。咁你就教過即係呢個嘅啊呢、這個嘅，我哋長於政治論述嘅，我哋。咁我自己第一個學位其實讀政治嘅，我跟住再轉讀社工嘅啫。我自己專修咗政治哲學幾年嘅。咁所以，但你睇翻其他嗰啲嘅民主派嗰啲咧，真係讀政治或者係真係同政治出身。你睇張超雄嗰篇嘢講啊，長毛托洛斯基主義就你已經知道呢度有呢個白痴啦，係咪？你明唔明啊？喂，仲有托洛斯基，仲有托洛斯基，仲有托派香港。是不是長毛已經很久不是托派了，已經大佬他參加社民連就已經在托派的立場上退卻了，大佬啊，很明顯了已經，對不對？他沒什麼看過社民連那個黨國，所以我都不懂說。喂，我們現在都還有兩本書放在社民連，給人即給我們的會員即買回去看的，是講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的源起而發展，還有另外一本是講第三條路，是不是？喂，大佬，唔係呢啲書應該送俾即係公民黨嗰幾位嘅朋友啊，係咪？真係送俾佢都冇用，佢都唔會睇。係。唔係我今晚即係嚟呢個即係節目前咧，我就同呢個嘅新界西成廿個後生，即係啲地區會員傾偈咗。咁其中我都講就話，咦，跟住社民聯嘅主要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咧，就係呢一個嘅對香港年青一代有興趣政治嘅人士咧。做多啲政治理論嘅教育同埋培訓，俾啲人知道喂乜嘢叫做民主主義，咩叫做自由主義，咩叫做社會主義，咩叫社會民主主義，喂，知多少少嗰個嘅政治個理論啊，係嘛？唔係到時出嚟即係辯論嗰陣時講嘢嗰陣時咧，又講到烏哩抹茶嘅。唉，我哋都即係呢個工作可以做嘅，因為香港都有部分呢啲學者咧，我哋可以揾佢嚟講下書都得嘅。即係基本上而家大家可能冇留意啊。研究社會民主的理論咧，而家大陸係最好多出好多書，出好多書，即係尤其是青年學者。但係香港學者冇咩人見出呢啲書喎，冇，係嘛？大陸嗰啲佢就用嗰啲西方嘅著作。香港啲學者人工都大陸嗰啲唔知十倍一百倍喎，隨時真係係嘛？我最近睇一本書仲好笑啦，基督教二元政治啊，講都係大陸學者啊。即係嗰本書書名啊，我睇完㗎啦。我其實早幾個月喺台灣買嘅添啊，仲要台灣買大陸學者寫嘅書。嗰本書嘅書名咧就在上帝與凱撒之間，就分析呢個基督教二元政治，就係從耶穌當年一句説話講起，係嘛？嗰句説話咧就係因為啲猶太人咧質疑啊耶穌，就問佢嗱，使唔使向呢個羅馬？嘅呢個統治者納税先，係嘛？咁於是耶穌就話：該殺的物當給該殺，上帝的物當給上帝。由呢句説話引申落嚟，嗰個基督教二元政治嘅理論，嗰本書咁厚，二三百幾頁，大佬引經據典。由呢、這個新約啊，即係講耶穌呢
個説話開始講，講到文藝復興之後的自由主義興起，由政教分離、政教合一、政教鬥爭，一路講講到自由主義濫商之後出現的民主政治，係咪同基督教文明的關係？大陸學者，唔好意思，啊，你講開啲學者咧，我諗起老凡之喎，中文。周老日，周老日要周老日，周老日真係去翻大陸住。我早排撞過去，喺長洲又住過一排。咁其實即係你講嗰啲理論嗰啲，揾你傾下，出嚟帶動下香港嗰啲嘅政治理論嘅辯論啊、討論啊咁。你而家香港都有一紮都 OK 嘅，不過就真係又好忙咯。啊，少住撞咯。今日阿周永生教授喺信報都有篇講我哋嘅，咁咧。即係周永新教授在呢個信報有個專欄叫口生經營，咁就每個禮拜一篇。寫寫文言啊？寫寫文言，同埋寫好少有啊！即係就算寫文言入咗去，都冇辦法改變呢個大局啊！咁佢亦都將我哋嘅即係民生政策嘅主張寫出嚟，同其他政黨比較，好有心啊！即係有心人呢個啊，好有心啊！咁啊，咁啊，另外就。比佢早啲一個禮拜，黃卓其實寫一篇咧，就擔心我哋呢啲行咗入去咧，就搞亂到。嗱，呢個又係社會學者喎，係咪？好保守㗎，卓其我識啦。呢個咧就親建制度，以前會點啲人嚟㗎嘛，真係。所以嗱，你香港呢班咧，即係有時即係諗翻你啲學者真係係嘛？因為我真係唔識講，有好多老友記啊，係真係費事講。咁其實香港都好多呢啲社會學者，咁我哋都可以。即係聯繫下啦，咪大家可以開啲 seminar 都得㗎。我哋即係請教下，請教下佢哋啊嘛，咪好咁啊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咧，小弟就要真係休息一次啦，因為我即係聽日就出門啊，休息幾日。咁啊，禮拜一咧就我唔會嚟做節目，咁啊，俾阿台長搞掂佢，拜拜。